当大人哥和程又青终于再度重逢，仔仔却成为了他们之间的第三者。就在昨天，林依晨和陈柏霖、周渝民一同现身宣传新片《杜拉拉追婚记》，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后，林依晨、陈柏霖魁违四年再续前缘。不过在现场，仔仔却摇身一变，和林依晨抢起了陈柏霖，俩人更在台上玩起了男男之间的浪漫壁咚，让林依晨完全沦为人墙。想咚是想要咚那个墙壁吧？不是想要咚我。哎，我不是。等了好久了，我终于等到你，我也是。这份好感情可不是装出来的，虽然两人之前并没有合作，不过同为台湾男神，也算是互相心仪已久了。不知道听到这话，林依晨会不会偷抹一把辛酸泪呢？其实以前就蛮想要跟仔仔一起合作，然后真的就都没有机会，就直到是金钟奖颁奖的时候才第一次算是正式的介绍啊，认识聊天这样。结果整个拍摄，从那个时候到后来我们一起拍电影，我觉得我们是其实蛮……腾讯娱乐北京报道。